一入鬼谷，阴阳两隔，世人皆附我，举世皆可杀。你觉得他该死吗？谷主息怒，谷主息怒。有光的地方就有暗，最凶最厉的鬼往往披着人皮，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。传令青崖山3000鬼众，即日起我要你们倾巢而出，将叛徒百鬼分尸，为本座夺回琉璃甲。世间所有因为垂涎琉璃甲而来到青崖山的人，都别想活着出去，让他们灰飞烟灭。尽我者死，我是没有办法把你们全杀了，就看你们谁想先死，谁想活着。要不死，要不混。很好笑吗？我要烧一把更大的火，把世间所有的肮脏都烧了。那才叫好笑。我说都起来，想要吗？杀了本座，钥匙便是你们的。你觉得我疯吗？闹别一疯到底。行了，滚吧。